我们嘉山基地是台湾战力保存最重要的基地。我当时跟大家说，把这个基地顾好，就是把台湾顾好；把这个基地看好，就是把台湾的国防看好。七年过去了，我看到大家维持这一贯的高标准，也把我们的基地照顾得很好，无论是装备还是各位的士气，都保持在最佳的状态。我要跟大家说一声，大家辛苦了。七年前我也跟大家说，我会和国军站在一起。七年后我们落实国防改革，政府也投入相当的资源，强化了我们国防的战力和韧性。因此这几年来，国人越来越肯定我们的国军，国军的表现更让世界看到我们守护国家的决心。未来政府会继续给国军更多的支持，一起为国家安全来努力。